铁柱哥，你好棒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哼，再转移话题，老子还抽你。铁柱哥，你别这样，我都告诉你还不行吗？爸，咱们家里真的有上千亿的资产吗？嗯，没错，杰超，除了爵士集团的股份，我们陈家还有大大小小十几家公司，这些财产以后都是你的。哇槽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成千亿富豪了，哈哈。十三，还有那个臭保安，有了这陈家的财富，老子早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老爷，行动失败了。行动失败了，他一个女人不可能从你们几个人的手中逃出。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是的，老爷，那个十三的保镖突然出现，不但救下了他，还打伤了我们兄弟几个。十三的保镖，特么的，难道这个十三知道了什么？不可能，这件事我做得非常隐蔽，除了几个亲信，不可能有其他人知道。什么情况？那个保镖的战斗力这么强，就连你也不是对手。是的，老爷，我使出全力依然没有办法从他的身边带走小姐，恐怕只有我大师兄才能跟他一战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这笔账先给他记下了。既然 A 计划失败，那就执行 B 计划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好的，老爷。别怪我，毕竟我也是被逼的。爸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什么 A 计划 B 计划的？你快跟我说说咱们家都有哪些公司啊，有没有什么娱乐酒店网红公司之类的，我刚好可以去学习几天。先不急，那些公司迟早都是你的，你想什么时候去都行。儿子，你先帮你爸我办一件事。爸，啥事？你说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只要你开头，我一定办到。嘿嘿，白捡一个便宜老爸，这要是霍霍好了，那以后我的地位岂不是稳了？哈哈，真是我的好儿子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我让你帮我的那就是偷袭。你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没为什么，我养了你20多年，你的一切都是我暗中给的，我只不过是要一颗心脏而已，你难道不应该报一下恩吗？陈大彪，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你竟然敢对自己的儿子下手。哈哈，虎毒不食子，真是笑话，你死总比我死好吧。杰超啊，爸爸得感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的奉献，我也不会有机会再活一次。老狗，我要灭了你。别挣扎了，没用的，其实今天的目标本来是你姐陈薇薇的，可惜被那个臭保镖捣乱了，不然我也不会等不及对你动手。十三和那个臭保镖，我恨啊，为什么又是他们？阿贵，动手吧，赶紧准备手术，我快支持不住了。好的，老爷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你不得好死，我做狗也不会放过你。杰超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那个十三和他的保镖吧，要不是他们暗中阻止，也轮不到你。你的意思是你爸要抓你去做心脏移植手术？是的，铁柱哥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不然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。奇怪怪，这前两天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搞了个父慈子孝？难不成有诈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告诉老大。我惹你个低阶，那个老东西这么心狠手辣，连自己的亲女儿都不放过。陈薇薇，你要敢骗我，老子肯定抽你。是真的，人家没骗你了，铁柱哥，你就带人家回家嘛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嗯，没错，是所有玩家都能参与砸金蛋堡金条活动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我明白了。老大，又在搞什么大动作啊？还送金条？这不是刚联合左下角厂商搞新年活动吗？特意准备了一批大奖，金条、购物卡啥的都有，还找来你的偶像胡军代言呢。胡军代言，有保障啊？那可不，你记得从左下角进，还送大天使之剑和火龙套，下图遍地黄金怪，100%掉卓越装备。这个好，我马上去。对了，老大。啥？陈大彪要抓自己的女儿回去做心脏移植手术？是的，老大，我去医院核实过，陈大彪确实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必须马上进行手术。但奇怪的是，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。出院了，有点意思啊，看来这陈大彪是个狠人啊，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难对付多了。奇怪，既然陈大彪出了这么大的事，那这个陈薇薇的秘密又是什么？特么的，系统也没个提示。行吧，铁柱，那就先把那个陈小姐安顿好吧，毕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，别怠慢了。好的，老大。陈大彪那个老狗呢？叫他过来见我。陈少，请稍等，我家主人马上过来。哼，不长眼的东西，敢让陈少等他，真是找死。是是是，陈少，我再去催促一下。看来陈大彪这一脉真的是没落了啊！一个旁支竟然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，真是没用。
都怪我让陈少久等了。陈老总，老子来看你死了没，没想到你真是命硬啊，老天爷这都收不走你。陈少客气了，纯粹是运气好，运气好。有点意思，竟然拿亲儿子的心脏给自己用，这天底下恐怕你是独一份了，这手术风险不小，没想到还真让你成功了。陈少谬赞了，纯粹是运气好，运气好。行了，话不多说了，之前说好的810准备好了吗？这次让本家帮你，就收你这点辛苦费，也算是家主给你面子了。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陈少大发神威，一举拿下13，夺回绝世集团。那就行。哼，陈大彪，你真是个废物，一个小渣渣竟然能让你丢了绝世集团，真是丢我们陈家的脸。等小爷我出马，随随便便就让那个13跪下求饶。是是是，我确实没用，都怪我，陈少出马一定能让那个13跪下唱征服。那可不，我们陈少是谁？那可是五大家族之一陈家的三少爷，怎么是你这个没落的旁支可比？一个小小的滨海而已，这里面的鱼能有多大？宰了便是了。笑吧，尽情的笑吧，老子早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对了，春晓阿姨和你女儿陈妹妹呢？怎么没出来见我？陈少，微微她有点是最近在外面，还没来得及回家。至于你春晓阿姨，哈哈，这次你安排好一点，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还有那个陈薇薇，哼，叫他注意点，跟李家联姻的日子在即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。明白明白，我一定会好好安排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陈大彪，没想到你这么狠，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放过，果然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啊。还有那个陈少，铁柱哥，你就答应人家嘛，你要是做我的男人，你想生几个就生几个，我也依你。哼，我惹你个低阶，贫贱不能移，铁柱不能屈，你再废话老子就抽你。来啊，你抽我啊，我就稀罕你抽我，哪个大老爷们不打自己媳妇的，你使劲打，越打我越喜欢。特么的，你我不是说没事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吗？小姐，不好了，夫人她被陈少带走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陈三炮，老娘要宰了你。